呦，真的是坏球。跑了，哎呦，好像还滑了一下，来不来得及啊？来得及 ，safe。我怎么觉得好像起跑的时候有一点滑一下，有点滑一下，嘿。重心有点太低了，但还是还要后面修正回来，后面有盯起来。那这个就跟呼应球评题啊，你保送上去啊，就苦到流失好。嗯。哦，三坏球。哦哟，连八颗坏球。哦哟，这个球啊，到底是不错哦，还在飞吗？有没有机会？是本季的第一支全垒打三分炮！哇，陈俊！哇，今天团队第二轰，而且这是陈俊本季第一轰啊，都完全全面展开的，什么都可以做，连长打、全垒打都出现了。三分打点的 home run， 这突然间一棒重击，所以刚刚喊这个暂停，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点，就是你连续九个坏球，那六人垒一定要我不能再投坏球，嗯，那你就给了陈进攻击的机会，积极的去锁定他的直球去做攻击，而且这就是中间呢完全是扫到，嗯，完全咬中了。